妈，怎么了？带你下去好不好？啊？好不好？带你下去，那个坐轮椅好不好？坐轮椅出去散散步，好不好？啊？买，等一下起来吃个水蜜桃，好不好？很好吃哦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来，嗯，怎么了？嗯。我来晚了呢，我早上去跟你拿药哦，哈、哦，去拿药哦，哈、哦，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早上去医院跟你拿药，哈、哦，跟医生看完了泌尿科，又看神经内科哦，看了两科哦，哈、哦，看得比较晚，哈、哦，所以来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药咯，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药咯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妈妈？嗯，啊，没有药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你拿药？嗯，医生说我去拿药就可以了哈、哦，你在这里等我，药就拿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不要担心哦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起来，坐在轮椅上，我们出去看看有些什么啊，吃水蜜桃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水蜜桃哦，很好吃哦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啊，好哈，好不好？啊，啊，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起来？嗯，要起来坐了，不要躺在床上了，好不好？哈，来，乖哈。嗯。嗯。啊。怎么了？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嗯。Thank you.